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的名是 Dr. Lee 李博士，我来自槟城大三角，现在呢我住在柔佛州基隆。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新课程 Dr. Lee's Method Revision 38 Days Grammar Challenge。 所以这个是这个新的课程，我教的是新的课程的意思就是说跟旧的不一样。因为旧的呢我是按照这本书一模一样，这本书是我出版的，然后有很多人买，然后当他们买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，如果我只是给他们买当然是可以啊，但是心里感觉到不应该，因为我在想如果他们买了这本书又不会做，又不大清楚，要问谁好呢？要去找谁请教呢？谁能够指点呢？当然可以呀，要出钱嘛，就请补习老师嘛。所以我想到这样子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结果我呢就决定卖了这本书之后，我就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每一天我上一课，当然有一些课太多了，那三四次五六次都上不完，我最后我还是上完，我每天都上，每天我都有upload 我的 video， 然后就发现到我在那段期间我都把每一题，这本书呢里面有1324题我教到完了，我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每一题在这本书我都跟大家解释，我都跟大家讨论，我都给答案，然后我都讲为什么答案是这样，现在你还是可以看的。那之后呢当这本书完毕呢，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就是可能做一轮不够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的38课为什么会有38天的挑战，因为我要在38天里面要我的购买者跟我买这本书的人38天做完，一天做一课的练习，不管你之前还是之后看我的 video 都是 OK， 总之你做完。然后我还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人做一轮就会到完吗？有一点不可能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 grammar 是一大堆练习，你的经验就是来自你多多去做。所以我就决定这一回合我叫它 revision， 是因为我还是照这个38课，照这个本书的38课，因为这个38课在你每一季，就算你上到最高一季，你一定这个38课一定跟住你一起上，你一定要会，然后题目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挑战，然后在第二季可能加多几课，第三季加多几课，这样子这个38季跟到底。所以我就决定说这一回合我做一个温习这个38课，不过题目里面的题目跟这一边的题目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就变成说那些人买这本书的人根本他们都可以讲是做第二轮，有两轮的机会，不是一轮啊，就书又做这里又做，那肯定会比较熟悉一点。所以我的教法也不一样，比较放松，因为早期我在讨论我的书的时候都很急着要做完，好像在追课一样，现在就不一样，现在比较放松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追，我只是在复习。然后呢教法也不一样，我不会说一上课就一直在讲我的，一直在讲这个书里面的东西，
我就每一课我都给功课，每一个video我都有功课，就好比这个。 这个是我上一课的那个 video 我给的功课，所以我现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先跟你讨论，先跟你讨论，先跟你订正，订正完了我就解释新的功课，解释完了呢，新的功课在这里，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子开始了，啊，我就跟大家讲 countable nouns, uncountable nouns。 功课就是把这些字分两篇，一个是数得到，一个是数不到。数得到蓝色，数不到红色，这样比较容易看。数得到叫做 countable nouns， 数不到叫做 uncountable nouns。所以数得到 toys, snakes, men, rivers, houses, chests， 这些数得到，所以我们叫它 countable nouns。数不到 in water, tea, food, curry, porridge。 我们叫它 uncountable nouns， okay？ 然后是这个功课填 a 还是 n？ a 是一个 ，n 是一个，不过 n 是用在发音 a e i o u， 所以你可以看嘛 ，a 所以 n a n o n e n，OK？、Okay？ 其他的要用 a。 So I have a doll and a kite. There is an aeroplane in the sky.Mila buys an orange and an apple. Benny eats an egg and a biscuit. Honey drinks a glass of water. Exercise 3. A few, a little. A few 是一些数得到. A little 是一点点数不到. So Rosa has a few dishes in her room. Dishes 是数得到, 所以是 a few. Kenny ate a little rice and a few mangoes.Rice, 饭, 数不到, a little. Mangoes, 芒果, 数得到, a few. My brother draws a few trees and a few flowers. 树, 是数得到, my trees. Flowers, 花, 也数得到, 所以两个都是 a few. There are a few ants and a little sand on the floor. Ants, 蚂蚁, 数得到, a few. Sand, 是沙, 数不到, a little. Father drank a little coffee and ate a few cookies.咖啡数不到 a little， cookie 是饼啊，饼干那个饼数得到，所以是 a few。这样子呢，我都已经教完了。现在新的课，当然这些是我解释过的，今天我不再解释。然后呢，功课 many 和 much， many 是数得到，多数得到， much 是多数不到。三是一些数得到数不到都可以用。 Any 是怎样用呢 ？Any 通常是用在问答，或者它是一个 negative， 你就用 any。 Number amount， number 是数得到 ，amount 是数不到。OK， 所以你可以试做这一些练习，然后下一堂课呢跟我一起讨论。OK， 所以我的课也教到这里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11月9号。 到12月14号， 我的 online class， 很多我的 subscribers， 他们的家庭的人亲戚还有孩子都有参加，在14号的时候完毕。现在我有在计划新的课程，网课 writing speaking 和 grammar，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请你 whatsapp 给我 019-7878-299， 让我知道。 那如果你想买这本书，也请你 WhatsApp 给我，我就会安排。OK， 所以呢，就到这里为止，请你给我一个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，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 video 见。